文莱国王御用拉卡400万冇花架。A camera like your eye, your hand, and your heart。哇，等于咁多器官啊，难怪咁贵啦。嗱，嚟紧香港又有拉卡拍卖会，但同之前几次唔同，今次系由本地相机公司自己搞啊。焦点所在是呢部双钻石的白金 M6， 是拉卡95年为庆祝文莱国王50岁生日而特别订造的，限量105部咋。而只此一部的000号 sample 机本来是摆在拉卡博物馆的，直到03年才流出，齐晒盒又咁激罕，估值就要280万港纸，反应好的话最少400万才成交到添啊。同样咁靓仔的呢部瑞典军用版 3F 都估值140万，唔计因最近的拍卖会都以呢个价成交啊。同场 total 198件相机加埋配件，预计就卖到成2000万咁多。假如你舍得用成层楼嘅价钱买一部相机嘅话，下个礼拜六记得去君悦举下手啦喎。